听伊讲，有钱破生，无钱。我到即马有亲身的经验，我加一个账务的问题，安尼连发哩教授是咧看，啊，但是到新鲜汤、刮刮、全面迄个差额，甲市面的价差，啊，伊提出起诉的问题，就是配合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原告。是把配合，阮有正当的迄个手机、证件，啥物完全无采用，所以陈日昌法官法官来足济人，伊把阮的案件当作是一个商品来买卖，所以我是感觉建议讲，司法机关你暗中的巧，不如另外搁成立一个证件交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交易会，公开透明。安尼，大家感觉你是算光明正大，但是你破坏遮济人，你是足可的，你永远无法度调整。你爱每一个爱有这个政治政治观需要配合的，这唔正经，就爱去迄个廉政署去报道，建议司法机关将迄个有出卖迄个法官检察官。爱调查全部以上，啊，全部破案，最新的公告，你讲来对无？对。足可爱啦！迄唔是咧照证件，迄是咧照个人的需要咧审判。你司法来大解，你骗人，全部爱消灭掉。对。消灭掉。足可爱。消灭掉。你退休了，你过这个。啊！你做幸福的生活，你看票票仔的人，到即摆我无面见面，啊！我是无见笑，我足侪社会足无立场的，恁俩足苦，你听啊足侪人，你爱赶紧去自首，知影无？好，我看下你，好，来，来，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你下来，给你下台，落台。这是被迫害的人，一个公道，公道，江湖。